如何在 IRA 内交易股票期权。没有任何法规可以禁止使用 IRA 账户交易股票期权，只要 IRA 账户是自管的，或者账户托管人允许这种活动。真正的问题在于期权交易是否符合投资人的退休资金。一、被禁止的交易。 IRS 并没有就什么类型的投资适合投资者的 IRA 提供很多指导，相反，它给了投资者一个有限的清单，列出了其不能放在 IRA 中的东西。二、使用 IRA 交易期权。使用 IRA 交易期权，无论账户是传统 IRA 还是罗斯 IRA， 都与通过投资经纪人在现金账户中交易期权一样。投资者下单之后，用 IRA 的资金支付交易，若之后卖出期权，卖出的收益仍留在 IRA 账户中。如果投资者行使期权，其获得的任何股票都在他的 IRA 中持有。三、保守的期权投资策略。如果投资者在 IRA 中拥有股票，就可以通过出售针对该股票的持保看涨期权来提高其盈利潜力。当投资者准备卖出持保看涨期权时，应由买方支付溢价，以获得在固定时间内以既定价格购买投资者的股票的权利。如果投资者的股票没有上升到行权价以上，或者价值下降，期权将在未行使的情况下到期，投资者将保留其股票和股息。四、高风险投资策略。如果你正在寻找高的潜在回报，并且不排斥承担一些重大风险，你可以在你的 IRA 中购买看涨期权。当你购买看涨期权时，你购买的是在一段固定时间内以固定价格购买相关股票的权利。因为股票价格能涨多高没有限制，理论上你的利润潜力是无限的。从坏的角度上说，如果股票价格下跌，而你不能在到期日之前卖出你的期权，期权将到期变得毫无价值。